很会挑哎、欸，因为那旁边有车子，侧边要选座位，对，一穿上去就立马有效果，22.5哎。比我小，我23呢、啊。哇，有穿差很多哎、欸！我刚刚本来穿之前量是27腰，现在22.5，对，22.5，一秒回春，这个大成功吧？这个大成功哎、欸！这点真的非常的高级，因为里面呢，就是所有的东西呢，全部都是职人手工缝制，独一无二的。哇塞，哎，这我光在外面看就感觉不凶，你看起来很贵哎，全手工的东西一定贵到不行。对啊，我们真的可以来体验吗？等会赶快进去看看这超漂亮、超时髦的塑身衣。好，走吧走吧。哦，哇哇，好奢华哦。你看这一排 model 在这边站在这里，哎，每一件都超特别，这个很时髦哎，我不知道现在塑身衣竟然五颜六色的，还有这种，还有这种真人芭比，我以为你是人形 model， 是的，我也是人形 model， 也是人形 model。我觉得我没有脸站在老师的旁边，那个我们先离老师远一点。哎，你知道就是穿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可能我没有穿过，然后可能穿上去之后，感觉整个人就会很有自信，然后整个就拉提起来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会长高哦。哇，好吸引人哦！二次发育的时候。对。老师，我们今天来其实是。不是两个人都能体验的啦，你也知道他们很小气，他们不是很小气啦。我们两个人可不可以其中一个人来体验穿穿看？要让老师抽一下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我们用抽签的，没有签哦，这里有两个签，然后你可以帮我们抽。今天谁有自我最开心？该轮到我了吧？是谁？阿兔。走在老师后面都有一种很想要，就会跟着他一起抬头挺胸，很想要抬头挺胸。迷你版，迷你版它是你可以穿短裤短裙不会露出来。对对对。那如果想要束大腿的话，就是、大腿的话你一定要有裤管。为什么你一定要穿这种呢？因为如果你太短的话，你这边露一束下去，它往下跑。其实我有买过一些，就是不是量身定做的那种塑身衣，然后就哇 ，model 都拍起来看起来都很漂亮，但一穿上去我就觉得。好像没有塑身的感觉，对，没有塑的感觉，你知道，效果不明显。而且橡皮筋你知道吧？因为它是有弹性，其实你坐起来是不舒服的。那像这种定做的哈，它不是全身坐，你买外面的塑身衣，它是全身坐，你不管你要坐哪里，它整件就是紧，对，你才有感觉。而且，但是这种的呢，因为它是没有弹性，它是没有弹性的啊。那你所谓外面是有弹性的啊。这个可有办法运动吗？穿着这个实在是很难解释给你们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对对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笑什么？笑好大声！你会发现到这个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？里面跟外面它是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它里面要放阳刚，然后要能够让你蹲卧起坐如果有时候要蹲着的，对。哎，那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帮脊椎做到一个很好的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你要抱小朋友，或者是要做家事，腰酸背痛，所以你这样子你在运动上你就 OK 了。哦，我要想请老师帮我挑一件，老师可以适合我身形，可以帮他推荐。OK， 可以可以。好，这边的大概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件哪一件？这件深色的。哇塞，这件可能会比较瘦吧？会比较瘦。啊，对，比较显瘦。你很会挑，因为那旁边是有瘦子。侧边要显瘦，对对对对对。真的。那我可以试试看这一件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就试试喽。好，谢谢。我也好想穿哦。哇塞！太夸张了，好舒服啊！哎，屁股翘吧。Oh my god！ 已经很漂亮。太久没有看到我自己身材是这样了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觉得，就是生完小孩之后，真的就是肉松该不在原本在的地方，尤其下半身。对，然后那个屁股，我真刚看镜子，我真的是吓到，我没有想到我的屁股可以这样。哎，这是一穿上去就立马有效果哎。但彤彤，你现在是可以活动的吗？会不舒服？超级可以，真的吗？因为你看，它的虽然说。没有弹性，可是它完全不阻碍你的活动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彤彤，它现在还可以再塑形吗？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还有距离，那要怎么拉？往下喽，往上，有没有？
哦哇！胃不舒服要说，好像拉面了，就是胃，胃部就这样，整个对，哎，这个从超拉面，你看侧面，你看侧面，超明显的，哇！哦，这样子全的，对不对？肉肉消失术，就是我现在体会到老师说的长高。哦，因为你整个人会挺对，他把你的整个体态维持得很漂亮哦，有哎，他不会让你弯腰驼背哦，哎，你现在腰好夸张哦，哎，腰可能比我还细哦，这个腰很扯哎，哎，这个腰就真的很像比 A4 腰还要再小，人形台的那种腰，来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比我小哎，2.5哎，2.5哎，好扯。我23呢、啊，哇，太夸张了，该买了吧？我决定直接买下来。你等一下拜托穿张出去。对啊，我以后决定我每一件外衣里面都要穿、這個。真的，因为有穿差很多哎、欸嗯，真的，整个瘦了多少？大概有几寸？我刚刚本来穿之前量是27腰，现在22.5，对，22.5，好扯哦！一秒回春，这个大成功吧？这个大成功哎！这一集的主题就是有关于身形塑身，我这是马上让你看到效果，是无痛。不过我觉得重点是它可以穿一辈子，终身，然后又可以让你整个人那个气质啊、自信是真的用钱买不到，对，真的自信心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女生，不管是产后妈妈，或者是像林莎这样子很注重自己的身材、标准很高的话，其实都很适合来穿塑身衣。你不要再伤我了，我没穿。那谢谢老师，让我变漂亮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超级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。我要去照镜子，真的很。给我3分钟，我要看满3分钟。这是怎么办到的？好扯哦。